我是刚关列车长了111年4月17号遭难。显示气温的发射是设定8次电话中央航台中的不用嘛这样哈，调205的天2016，以及11次交通信号放流的原装不用和原装不不用嘛这样哦，两列车不用嘛，在遭难分别驶离。一次交通信号放流的天2037和天1NU2038。啊，有人没说这样。我们要这样来搞什么？好 ，OK， 好了，请看他们。这怎么？怎么就都这样？不上车，不上来干嘛？猴子，拜拜。拜拜，猴子哦，再见。哎，三姐，听我问什么？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吗？这样，在双南市。我下面跟妈他们都对我叫名到地方。拜拜，就到这里。